一个相府的庶女，也配坐上锦王妃的位置？把她给本王赶出去。刚成亲就被王爷赶来偏院，方飞宇，你果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讨喜呀、啊、你来这儿做什么？要不是你杀了我姐姐，这锦王妃岂会轮得到你？我没有，前世是不是我杀的？哼，王爷说了，过几日便娶我进门，虽是侧妃，礼数却同等于正妃，而你不过是个空有虚名的幌子罢了。钱笑笑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哼，左右等我进了府，你的好日子也不多了。不是，我过去的时候，钱世师已经死了，知道你爱他，我又怎么会杀了你爱的人？